王善保玉体，不日定当豁然。故纵横天下三十余年，群雄皆灭，只有江东孙权、西蜀刘备未曾剿除。故今病危，不能再与众卿相许大事，特意家事相托。是。故长子曹昂刘氏所生，不幸早年没于宛城，今便是生四子，丕、张、直、许、雍。故平生所爱第三子曹植，然其为人虚华，少诚实，嗜酒放纵，因而不能立。次子曹彰勇而无谋，四子曹雄多病难保，为长子曹丕独厚恭谨，克己我业，众卿以夫作之。是。故死之后，与张德甫、蒋武城外建遗冢七十二座，武陵后人知我葬于何处，武陵后人知我葬于何处。是。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
后，汝等勤学女工，啊，多造思虑，卖掉换钱，以自己，汝懂吗？居住铜雀台中，每日设祭祀，抵令女妓奏乐赏识。汉建安25年，公元220年，曹操病逝于洛阳，享年66岁。